想将自己的巨型的柠檬搬回家，但是这个柠檬太重了，小猪佩奇并搬不动。于是他请来了泰罗奥特曼帮忙，泰罗奥特曼帮助小猪佩奇将大柠檬搬回家。小猪佩奇吃了一口大柠檬，柠檬太酸了。好了，我们一起来画这幅简笔画吧。这幅画呢是以粉色、玫红色、红色、蓝色、绿色、黄色、深灰色、黑色和白色构成的。好了，我们一起给这幅画涂上漂亮的颜色吧。